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5.9，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录制的节目《与幸福有约》。今天我们播音室是我们的住持永固法师。顾师傅您好。哎，吕杰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这个节目应该是叫人间法海。哎，就是您曾经说过您是担心这个节目会略显枯燥哈、啊、哎，就怕听众有点不适应。后来我才听到说，哦，原来我们还有道场说把这个单元在共修法会后播给大家听。是，就所以您的心头为之一展。就其实我们讲人间法海哦，按照一月份第一次嘛，哦，对。那么一月份是跟大家介绍佛陀第一次说法，为五比丘讲四圣地。从四圣地我们又带到八正道、嗯、我才会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好像佛学的比例太重了、嗯啊、但听起来好像还好。还好，对对对、啊、那但这个单元其实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呢，它不是只有说介绍佛法法义、嗯也没有那么硬性的把它规划为这样哦、嗯、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法海浩瀚啊，那它可以非常的兼容并蓄许多的这些教学的题材、哦嗯、那么像今天呢我就推荐哦，因为从年初一月份吧，我们的这个货柜啊到了之后呢，我们有一套专为这个读书会设计的教材，嗯，那就到期了，嗯，哎，全都这个整装待发啊，十套呢，十套书，嗯啊。这十套呢我觉得真的我们在佛光山可以看到、哦、就是我们讲好像在大师的指导之下哦，佛光山真是一座宝山呢、啊、嗯，里头这个可以运用的这法宝这么多。对、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尤其这一套之所以我们推荐给读书会来作为一个指定的这个阅读的一个素材了哦，那么它分有十套，这十套呢从我也没有按照顺序了，我就抓到的我就先讲。比如说在佛光山有一面墙，那面墙是黑色大理石作为这个墙面哦，那么墙上头呢都刻了可以讲是古代大德书法大家等等的这些诗词在上头拓印上去然后雕刻起来的、嗯嗯、那么这个墙呢叫做佛光山名家百人碑墙。那这些碑墙它拓下来的各种字体，古代的书法家或者是一些很好的诗迹、哦、那么就是有一些字体其实我自己都一样一样去抄、嗯、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师那么慈悲要把这些百人碑墙上头的这些诗迹啊，还要把它编成教材，然后不但就是有这个碑帖文，你不管里头是行书草书啊什么书啊，然后呢要把碑帖文的原文把它印得清清楚楚的，作者介绍，然后呢诗记是谁写的是作者，那去写这个书法的书者这个书法家又是谁、嗯、那另外怎么赏析这一段诗记，像这样哦，我就哦，另外还有注释，里头有一些也不用我们去查了。对、其实我翻开第一页哈、我看到了、其实他第一课我就觉得哎，这让我觉得很受用，因为一看见就是整个碑文已经印在上面了，是、什么样的字体其实一目了然、如果稍微了解，我看第一个如果以我浅薄的一点书法知识、我看像是颜体这样子一个楷书的一个模样、那写的呢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哈，是不是佛教的一些名言呢，它不是、其实是我们对是我们这个很有名的一首诗、王之涣的一首诗、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擒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对吧，是像我这里哎呀这个真是草书很草啊，我要看原文真几个字都看不懂哦，但是呢碑帖文把它印出来就很清楚了、是元朝石屋禅师的一首诗啊。石屋禅师的故事其实也很有意思，我曾经引用过 是啊，哎，那他讲了一首诗，那么由这个叫谢志柳来书写的哦，这首诗讲手惜刀尺走诸方，
剪刀啊，跟这个就做衣服的人啊，还有一把尺啊，手悉刀尺走诸方，现去真来日日忙，梁尽前人长与短，自家长短几十量。嗯，都是量别人的这个身长啊短啊胖啊哦，但没有量自己的哦。嗯，也就是说我们看眼睛看出去讲别人容易啊，什么时候反过头来看看自己又如何哦。啊，像这样子就是这个是百人碑墙，你看我这一翻真是草书真是不太容易看哦，但是把它印下来就很好了。嗯哦，那还有这么多赏析啊注释，连作者是谁，这个写的人是谁，都帮我们把资料准备好。对，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看还是用读书会的形式来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教材。是啊，另外呢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好像就是为了读书会设计的啊，因为我看见后面还有习题所以看完之后那已经问了一些问题了，你要做一些回答。你看我现在拿起这本是佛光菜根谭哦，菜根谭呢就本来过去有这个菜根谭哦，那这个因为是大师他不是刻意去写这些话语的，嗯，是大师他经年累月在各地弘法，那么在这个讲说记录下来呢，那么我们就发现哦，就是哎，师父讲的话呢有一些啊你反复咀嚼很有味道，哎，所以也是我印象中是当时是我们的长老慈慧法师，他就觉得哎呀这些应该把它就是流传下来，哎，让大家反复反复的这样子、哦、那么越嚼越有菜根香越有味道、啊、那么就所以后来就编辑了四册的菜根谭，因为是大师说的嘛、啊、所以叫佛光菜根谭这样，那么当然也有一些菜根谭最后被编成人间因缘的歌词 啊,、嗯、啊去让大家传唱、啊、那因为这个词都很美哦，诶，其实呢我早一点提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的人间因缘我还选了一首就是潘安邦主唱啊、嗯，那么也是大师的这个菜根谭改编的歌词，他主要的那几句话真的写得很美，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内心，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人不是年龄而是心境，人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哦，就是这么几句哦。嗯、待会儿我们在第三段通常都要选播一首歌哦，对，听听看，就是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是啊、那么这个菜根谭，它就是一样把原文刊载，然后重点的提要，然后呢再有一篇文章去演绎这短短的几句话，嗯。那么所以这每一篇文章又是一个可以学习可以从中再吸收的一篇一篇的好文、嗯、那么师父我看这十套书里面其实还有一套书叫星云法语、嗯、那这其实也是师父说出的话、啊、是，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星云法语呢是大师过去啊他曾经出版过的，最早是只有两本书，我还记得一本是红的、嗯、一本绿的哈、嗯、当时呢大概在至少是25年前呢哦，那早期大师写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传啊或者观音菩萨普门品啊八大人觉经啊这样，那么另外当然也有讲演集，但是像这样子的就把大师的最早是电视，台湾早期只有三家电视台哦，那么是电视台邀请大师上节目就5分钟的开示、嗯啊、天天这样子讲5分钟累计下来也很可观、啊嗯、那么后来就把大师的开示再结集成文，就成了星云法语、哦、以这种开示然后结集，那个时候早期那个算是最早的其中几本、哦、我还记得、啊就是他因为是两本嘛，后来又变成4本，因为一直累积嘛、哦、那正最早那两本当时我在台北普门市当家、我看到两本呢，哎呀我就自己就很喜欢有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开示啊，我就引用就先看大师的书然后再讲给大家听、哦嗯、那大家也很喜欢听啊，我说你们就直接看这两本书不都有了、
那我还有印象是有一位家长，他带他的一对儿女来，他们都是要上大学的了，其中一个已经大学，然后呢那个妈妈呢就要我帮他教训两个年轻人、哦、啊，怎么怎么不听话，我就想我要教训下去啊，他就会更讨厌佛教了啊、哦嗯，我就不说话，我说这两本书送给你们当见面礼了，你们回去看一看，这个喜欢就是可以分享这样、嗯、结果呢他妈妈后来跑回来说他要注印、他的孩子因为看了那两本书啊，他说他们现在开始明白比较懂得做人的道理啊、嗯就有进步啊，这样我就去推广。我还印象我记得大师呢上台北来的时候问我说师父问我说这书大家看不看啊，因为是第一次这样的方式出版嘛、嗯、我说看我说我们普门市啊已经进了，就是已经流通了2500套了、嗯、我印象中我都记得当时师父的表情，然后就说了一句乖乖龙的懂是他的方言，所以我就有点意思就是说他很 surprise 很惊讶说啊这么受欢迎啊啊！我说师父您在电视上讲的有些人来不及看，现在有书可以看，哪有不看的道理啊？嗯，所以是当时就开始知道师父的书一定是畅销书的。嗯啊，好，那么我想呢，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十套书之前呢，您倒是提到过、嗯、这个十套书呢，其实是为我们读书会准备的。嗯，那么下段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读书会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好，那为什么会有读书会存在？哦、好好，一会儿见。佛法不离生活，行住坐卧皆可示现，生活不离佛法，语默动静无非是禅。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寒冬渐渐进入尾声了，春天就要来了。没错，春暖花开的确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好消息。我还有更好的好消息呢，那就是多伦多佛光山人间学院山月宗即将要开学了。除了佛学班、禅坐班，还有各项才艺班，像是太极、瑜伽、书法、插花、养生舞、合唱团，还有少年功夫班等等哦。佛光山人间学院是您全家心灵的加油站，欢迎报名参加人间学院，详情请假9058140465 9058140465，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故事。我刚才其实在上一段快结束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其实在我2000年初，其实2001年的时候，我来刚到多伦多的时候，还是没有地方住，都是租的房子。但是房东呢正好也是华人，他呢也有家里有那种中国电视。当时就记得有一个胖胖的和尚，有一个节目在讲好像就是星云说记。所以现在想起来，哎，在现在看到这本书，我一想突然脑海中想到十几年前，哎呀，我觉得好像很亲切的样子。哎，那个节目呢是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星云禅话、那么都是早期大师在台湾的这个电视台。更早呢，其实我们要到电视台去做节目啊，是要付费的。
可是做到最后呢，是请我们去人家要付费特别邀请。然后呢，当时他们比如说这个电视明星，他们有限制的，就是哦，你是属于台式就台式，你是中式就中式，华式就华式，不可以这个怎么讲，就是竞争关系跨台什么的不可以，他签约的他们就讲说唯一可以游走三台就是星云大师三台都有他的节目所以就可以想象说大师他用心在把佛法整个让一般的人可以听懂接受，然后欢喜去用，去做到提升自己的这种，我觉得师父真是用尽了，他阅读所有藏经，然后把它消化过，他用现在的语言贴近大家生活这样讲所以早期你说你看到的，其实是我在1994年，应该95年开始，我在温哥华时候就跟那边电视台签约，当时签呢，我人在温哥华，但费用很高嘛，我就找当时在多伦多的一弘法师我说我们两个寺院分担好不好，一人一半那个每个月的播出费那就他这个可以看的，除了是温哥华多伦多埃明顿还是卡加利亚，就是亚伯达省那边也有很多华人也都可以看得到但我个人就觉得说5分钟啊很难讲的一般的人以为说哎呀你要我讲一小时半小时太长我不会讲，但是我们在讲的人就知道了你半小时好讲，5分钟啊是要讲出东西来不容易，难我就学了30年我学不来难所以这个节目到现在还是那么多人喜欢看，我们到现在还在播然后结集出来的文章像星云禅话星云说记，就是片片都那么精彩我就觉得就是师父的就大师的智慧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么一段法义你怎么在5分钟之内，而且大师呢很了解我们，我们就是人家是过目不忘，我们过耳即忘，所以大师总是用段落式的1、2、3、4，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你别的记不了那么多，但这四句话你就记得了真的大师是用现代版的四句记讲说佛法的。对，因为我就是通过我在佛光山的这些经历，我就是逐渐的发现，就是大师好像似乎就是在大家普遍认为佛经晦涩难懂的这些形式在逐渐想把它转化是你看在应该是1993年吧，大师特别请当时的这个国宝级的画家，他又到美国来然后是高尔泰跟朴小雨两夫妇大师特别请他们为这个禅宗公案作画所以后来就出版了叫禅画。第一个画是说话的话对，第二个画是画画的话因为禅宗公案呢，师父已经把公案变成故事一样在说了，在说禅宗的故事了那再加上这个高尔泰夫妇的他们的这个画画画得非常美每一个故事，一个禅宗的公案，一个故事都配这个插图，那就让阅读的人更加觉得比较更亲切了，是那个画面呢、就更能够掌握，就有一种进入的感觉是，所以这个本来它是一套像画册那样它有中文有英文的那现在呢编成我们读书会的这个教科书呢也是一样，所有的这些画通通跟这些故事每一页都这样附给我们看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了你要好好的读书，或者你是重视读书的人你大概请了这10套的金玉满堂教科书，我觉得你这一生一定是丰富是那么尤其这套书呢，我看到在编后语大师就写着说，古德云富家就有钱人家了富有的家庭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必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所以这一套教材就是依据这样的理念，那么希望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这套书里头领略中华文化之璀璨光辉及深远智慧，进而提升生命的广度，让心灵都能够获得金玉满堂般的富有与充实，并且共同打造一个有品德、品质、品味的书香社会，让阅读成为全民运动，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品格教育。这是这套书的编后语。我就觉得师父真是用心良苦，他其实是为了整个社会向上提升的力量，对，然后去推动人间佛教读书会。说到这里呢，就说像上一段我们说过哈，这一段我们要用一部分的时间来谈谈什么是读书会。那在这之前呢，我想再帮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如果他只是对这个书感兴趣，他是能直接来请的，还是说一定要加入读书会才能请到这本书？直接请就可以了。直接请可以哈。直接请。其实我本来呢，我看呢，这个书的定价简直是离谱。哎，我还没注意。这么精美，然后一本才台币15块。和我们这里呢，我们直接换算就是60 cent， 不到1块钱。我们书局呢，店长跟我建议，他说：“师傅，你定这个什么价呢？怎么一本书叫60 cent 哈？会不会给人感觉我们这是怎么样？太廉价了是吗？”哦，我说你这样看就知道叫推广嘛。我看呢，按大师的原意啊，他是要送的啊，只是怕人家不珍惜，随便拿啊，这样，所以我就配合这个注印价，就定了一个叫60 cent 啊。哇，真是63。是啊，因为一套10本嘛，10本6块钱啊，这样真是60 cent、啊，真是太便宜了，太过分了哦。对，他们是说，一本1块钱不就好，10块钱不用找这样啊。我不是在这里跟大家谈什么算术数字啊，不是，我觉得60 cent 就是。让大家明白你要付出一点，但是你也明白我们的心意。实在是希望大家共同打造一个书香社会的是书香门第嘛。那么大家一起来阅读这个最早大师提倡读书会我记得途中讲习会吧，师父啊就跟我们这1-2千个弟子们就讲说，这个人啊有烦恼是因为智慧不够，智慧不够呢就是读书不够当然也不是死读书，但好过不读书，那么要会活用。然后师父就很语重心长跟我们说，你们呢真要多读书啊，要拼命读书啊我当时听了这话我印象好深刻，每一个人他听话截取的重点不同，我特别对师父很用心的也很感慨的就讲了，你们要多读书，你们要拼命读书但用拼命这两个字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 so far 到目前来讲，我坦白说我都没有做到师父说的拼命读书。其实去年我们就是包括我自己哈，我想不止我一个人哈，就是我们参加这个读书会的那种召集人的讲习会也好在讲的时候我忘了是您还是哪位法师还是妙目法师在上面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听的至少我是觉得很惭愧，就是我们是自以为哈是这个知识分子其实不要说拼命读书了，那其实自从说句实话，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自己本人认为就没怎么好好读书了，就是工作机会工作呀然后生活呀好像多少至少是不如大学时代那样子给自己的看书的机会多，那么呢还有些原因是因为呢上网那这个很多的资料可以在网上找到，其实真正的手里拿到书哈就是拿到书来翻着看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所以后来我们听到佛光山办读书会其实我也蛮感慨的就是至少给我机会能坐下来能拿到这本书呢好好去看这个机会我觉得对我来讲
像我这种类似于网虫啊，哦，是这种，真这样啊，是这个像我们做电脑的行业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网虫了，哦，就是成天挂在网上，那个如果没有网啊，这个生活会很难过的。哦，所以说有这本书我觉得对我来说机会是很难得，我是很想珍惜这个机会的。嗯，所以我们这个读书会在大师的提倡下，哦，大师还特别指定了觉培法师啊，来做这个人间佛教读书会的执行长。嗯，那觉培法师他是在年轻一辈的法师之中不可多的人才啊，他真的很了不起，非常的优秀哦。那么他这一带动啊，大概一年左右吧，已经到达2000多个读书会哦。哦，行程我也不晓得还有没有比这个还大的，这个说组成分子更大的读书会，恐怕是难哦。嗯，哎，那他也多方请教一些读书会的这些机构啊，跟他们合作也好，跟他们请教，请他们来培训我们。那慢慢的他也走出一套人间佛教读书会的一个这个阅读法带领方式。这个就是我其实上一周我提到说下个星期天3月29号，嗯，我也其实我们回到山上途中讲习会我们都跟着学的。那基本上我也是喜欢看书的人，我就不习惯看着荧幕，哦，这样子哦，我就习惯拿个实体书啊，然后我可以看着喜欢呢，我还可以画线，画一画，对，那觉得哎还要再重复阅读，嗯，那我还要贴一下，我就是这比较可能传统的阅读习惯吧啊，那也喜欢买书啊，不过我们因为常常调职，这搬来搬去，自己也觉得啊，不是辛苦我，是辛苦大家，我的师兄弟也真是遇到我，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倒霉。我调职，他们帮我打包要搬书，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帮我开箱 啊也是搬书，就是劳累大家了，我自己就节制了一些，所以我就买书给图书馆，嗯啊，那想看呢就去图书馆借看，诶，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哦。我们万景啊，不过万景那个馆很小，地方大厅很大啊，那书呢只能沿着墙边这样放哦，所以也是有限啊，但是应该都是蛮可爱的书吧，但是也不少了，我觉得也不少哦，比起我们道场这边，道场大概20000多本吧，嗯啊，所以那边讲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好，那师父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一段，等一下回来。持戒能将坎坷的遭遇变成福乐安康的境地，修定能把散乱的心思调至专注沉稳的状态。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寒冬渐渐进入尾声了，春天就要来了。没错，春暖花开的确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好消息。我还有更好的好消息呢，那就是多伦多佛光山人间学院山月宗即将要开学了。除了佛学班、禅坐班，还有各项才艺班，像是太极、瑜伽、书法、插花、养生舞、合唱团，还有少年功夫班等等哦。佛光山人间学院是您全家心灵的加油站，欢迎报名参加人间学院，详情请假9058140465，9058140465，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9058140465。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顾师傅，我们其实读书会也是有很多形式的，我相信也不只是看书，其实哈，是，我都很鼓励是电影读书会。嗯，那像有些读书会哦，它是叫山水读书会，山水走出去的哦啊，有些是比如说它跟某一种兴趣是结合的，比如说跟唱歌有关的，嗯，他唱人间姻缘的一首歌叫姻缘读书会，嗯，他那个音是声音的音，嗯啊，姻缘读书会，哎，我们来，你像我们的金玉满堂教科书，其中有一套就是人间姻缘，是选出100首歌，编成10册，每一册10课，然后每一册里头呢，它除了是歌词，它这个歌词还附上这个歌曲的简谱，简谱，对。哦，如果家里头还有人拿个 keyboard guitar 啊，弹一弹，像这样哦，前半小时唱一下歌，然后歌里头大师还特别帮我们准备了啊，像大师在说故事一样的，这首歌的意思是什么啊，它的背景如何，还有它衍生开来的义理是如何，嗯，唱一首歌都可以一样学习，是，那我很提倡的是电影读书会，其实在我们图书馆都准备了一些电影那么当然电影读书会我觉得不太适合看那种很长的，嗯，最好是单部的这样哦。那么所以有时候我回台湾去诚品书店啊哪里啊，哦，就看到一些适合的，包含有一些是我在飞机上看到的，那比如说我这次在飞机上飞回亚洲的时候看那片叫黑魔咒啊，黑魔咒就是睡美人这个童话故事然后改编成真人版，啊，那就是这两年，好像是去年的电影了，是很新的，对。我就觉得那一片适合做研讨，不要小看他，以为哦，就是睡美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哈，巫婆啦，这个几个仙女啦，怎么公主啦这样哈。其实我觉得不简单，嗯，要看进去，它其实是很有启发的，是啊，它的情节开始在哪里改变了，而他交代了每一件事情有前因，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为什么变成巫婆，他有前因，对，我那个电影其实看过，但是看了有段时间，但是我是记得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他其实主角啊，并不是睡美人， 是这个黑魔后，是这个黑心的皇后，其实并不是那么坏，是，哦，他曾经也是像仙子很单纯的，对，那么可爱的人哦，他为什么变了，对，那但是他要去害那个小公主，他就是心肠又很软，其实又变了，对，他又变了，这个中间其实一直在说佛法，他叫无常，你就看着那个原生原灭，他就是充满着空性，你去看他就用空性智慧在看，我就觉得说你自己一个人看电影或者看一本书一篇文章，你一个人看略有所得，但是读书会它是集体阅读啊，我们这个5个人啊8个人一起看这部电影哦，看完之后你一言我一语，我看出他什么了，你看到什么了，这样，嗯，那个看电影读书会才有意思呢，对对，我觉得是吗，是哦，其实我也一直很推荐有一部电影，它很早了，是日本的动画宫崎骏的作品，嗯，千与千寻啊，或者翻译成叫神隐少女，啊，嗯，这个很有名的哦，神隐少女，我用这部电影去就读书会哦问啊，当然我们在问其实它有层次的，你从比较浮面的你看到什么，然后在金日成有谁看到什么，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带哦，那么里头探讨的可多了，嗯，那么当然人性的这个贪嗔愚痴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还有人类不重视环保造成的破坏，这部影片有人以为它是小朋友看的动画嘛，这样哦，嗯，是，其实不是，你大人都未必看得懂，嗯嗯，所以我就觉得电影读书会我总是会选出一些电影啊，然后透过一个 monitor 一个荧幕啊，一个框框，你看得懂吗，嗯，如果你连一个框框整个的情节在你眼前全部从头到尾展开你都看不懂，那更别说拿开这个荧幕这个框框你去看这个人生你看得懂多少，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起看是确实是很有帮助，就像您刚讲的，其实我们自己看很多时候是大家看个热闹，顶多你略有所得，就是有一点自己的小小的体会。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也经历过，就是大家有几个朋友一起啊喜欢看电影的一起看电影了，看完之后其实有一个人他某人突然讲了随便讲了一句话，突然想，哎，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觉得哎他讲的很对，就有这种感觉。 我最早会带这个电影读书会，最早是我在佛学院任教，然后当时的台北女子佛学院的院长是慈荣法师。那么荣师傅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在这个北海道长上头啊，不像本山范围那么大哦，那这个学院比较小哦，你可以一两周放一部电影带学生看，你帮他们引导怎么看这样。哎，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找电影。我 出家以前我是连电视都不看，别说电影哦，我弟弟妹妹啊不做功课啊，他们都不敢开电视开出声音来，怕我抓他们去看书啊，都只是看着荧幕而已。我回头看怎么做功课的人都不见了，我去客厅啊电视间找他们，找到最后我就干脆把那个电线剪掉，二话不说剪掉去做功课啊，这样哎。 以前是我是不看电视的，倒没想到出家来我竟然还要去找这些影片，然后还要播放给学生看，然后带他们去研读，但是我也真的从中学习到，其实电影也就是一本书的浓缩嘛，也可以讲是一段人生经历的一个浓缩。对，它是更形象的把它展现出来了。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过去呢真是非佛不做非佛不说非佛不看，很古板的一个人，就很严格要求自己，但是慢慢这样带着，包含有一次我们的师兄弟跟我讲说，哎，有一部电影拍得很好，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世间上的电影，叫东方不败林青霞演的。 那叫我看这是什么呢，我是非佛不看，他们就说我这个人太过狭隘了，然后那部电影拍得好，好，那么就师兄弟陪我看，看完他们走了离开这个视听教室了，我一个人待在里头，这个脑子里转，后来我们师兄弟找到我，隔了半小时我还坐在那里，你怎么没走，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说我刚刚 读了一部《阿弥陀经》，他们说东方不败跟《阿弥陀经》你怎么扯得上啊，这样我说你看他们发愿要离开江湖，要退隐到什么牛背山，然后因为有人被伤害，他师兄弟被害了，他就重出江湖，取出他的宝剑，然后就一场腥风血雨开始造业去了。 我说我们不是发愿要脱离娑婆退隐西方极乐世界吗，结果呢就为了什么什么，我们又重回娑婆，这不就是一部阿弥陀经吗？电影读书会真是可以看出方方面面很多的。是，对了，我们的人间因缘时间好像又该到了，我就忘了。还是电影读书会吸引人是吧？不过我们今天因为谈这个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这个教材，我还特别选了《潘安邦居士的世纪生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好。 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人不是年龄，而是心境；人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让心中的春天永远长驻。 绽放，让年龄的春天永远。
永远光明。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内心。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人不是年龄，而是心境。人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契合乃健康之道，结缘喜舍是快乐之源。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寒冬渐渐进入尾声了，春天就要来了。没错，春暖花开的确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好消息。我还有更好的好消息呢，那就是多伦多佛光山人间学院山月宗即将要开学了。除了佛学班、禅坐班，还有各项才艺班，像是太极、瑜伽、书法、插花、养生舞、合唱团，还有少年功夫班等等哦。佛光山人间学院是您全家心灵的加油站，欢迎报名参加人间学院。详情请假905-814-0465 905-814-0465，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听众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顾叔，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做的还有点零散，怎么讲呢？好像是有一个 topic， 可是我们在来回转来转去，一会儿说一说这个读书会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呢又说说我们这个教材。其实到现在我们的教材还没有完全介绍完。就是我刚刚看你听那个电影读书会的对这个部分呢，因为我还在想着电影，哎，那个电影是怎么样的。我们所以就知道，真的，我们作为一个学生来说，一个学习者来说，我们真的是富有三千界啊！这个可以等着我们去截取的智慧太丰富了。对啊，那好吧，我们最后的时段还是要把《金玉满堂教科书》呢。其实我们刚刚介绍过几个主题了哦。嗯。
那另外像佛光祈愿文，这是大师为我们写下一篇篇的，就为不同对象在不同的场合的跟佛菩萨对话的祈愿的这些话语、那么我记得我们介绍过的以前，对，那人间万事、这个是大师在人间福报，就佛光山出版的一个每天都发行的日报、叫人间福报、那么大师在福报上的一篇专栏写了1000多篇、那么把它收集下来。那另外有2本教材就不是大师的著作，一本呢叫法相、法相呢作者其实是持庄法师，庄师父呢是我们佛光山以女众，我们叫尼众堂的是第一大师兄、他都80几岁，那么从大概在看距离现在50多年前、那么大师已经在台湾、先是在高雄寿山寺在办佛学院，那当时的教务主任呢就是庄师父，那大师其实一直是努力着、把这个佛教经典呢、尽量把它译文化，把它通俗化，这通俗化不是世俗化、它很通俗，就让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明白、乐意去接受去学习、对，那么大师呢特别嘱咐庄师父呢，就以他这种生动活泼的这种文笔，那么以语体的白话文的方式，要庄师父，就大师要庄师父来在教学上，他上课要教佛教名相学，同时呢也把它编成教材，那么在当时的、我们的刊物啊，这个《觉世寻刊》啊，连载啊之后呢才结集出书，就叫法相、选出100课来这样。那它是单行本的一本书，那现在在做这个读书会的教材嘛，所以大师又要庄师父说把他这本书再拿出来然后整理过，那加一些注释啊注解更容易阅读、那么就成为法相这个教材了、那另外一本呢叫古经坛、古经坛的作者呢是也是我们的长老慈慧法师、那么这个是大师在差不多20年前吧，在电视台有开辟一个节目叫星云说玉，这个节目大概讲了3年之后呢、大师要出国，那当时就嘱咐慧师父呢接棒、就继续讲，那慧师父呢就因为前面师父是讲譬喻啊故事啊这样、那慧师父再接着讲呢也是类似这种说故事的方式，那么之后呢就是把它再整理成一篇一篇的这些文章、也是在人间福报的副刊连载哦、那么这个专栏就取名叫古经坛，那就是古经嘛，从古到今的这些故事，对，都包括了、所以真的我就觉得读书会，你说一般的书籍厚厚的一本 如何你要阅读，你说哎呀这个太忙了太难了太多了，你可以讲很多理由嘛、那现在呢就是大师指导编辑的这一套专为读书会设计的教材，也可以讲专为有各种理由不读书的人设计的教材是现在应该没有理由了，对，其实我以前也参加过就是一些读经的一些组织哈、也不只是读经的读论的也有、读经的也有，甚至于哈是兴趣方面的一些座谈这样的、很多座谈呢它也是有一本教材、但是呢我看到这个教材才知道什么叫教材真是，因为通常呢他们就是有一本书，然后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有 topic， 然后我们准备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然后呢第几章读到第几章，读完之后大家开始讨论呢、怎么样，你像我们这个佛光山这个教材呢每一个章节其实跟你都划分好了、然后呢每一个甚至习题你最有可能问到什么问题、是也都给你写好了、你最想可能最关注最想讨论的什么方面也给你准备好了、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不给你压力、它每一章都很短、对啊，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因为尤其是参加其实一些佛法方面的讨论、怎么讲呢，大家都是因为对佛法有兴趣才加入、才在一起讨论，但是有时候难免会有点压力，因为很长、文字也比较艰涩，然后呢、时间其实拖得也蛮长的、这样子呢多少还是有点压力，
除非说哈，真是有志于某一部经啊论啊，而且大家真的是因为叫有志一同啊，对啊，那么共同去阅读比较大部头的经或者论，其实这样子也对某些人来讲还是有需要，对啊，有一些我们的师兄弟呢，就是比如说同一个道场的自己约，我听他们讲西来寺的法师们就约每一次开会后只是半小时，但是分配章节的啊，就是谁。大智度论啊，那他们几年开会完之后把大智度论都研读完毕。那我另外有一些师兄弟就法师们，他们是比较会用电脑的人啊，他们就相约，因为是不同国家，只是说他们以前是在佛学院的同班同学啦，他们就约啊，大家就觉得那就来读这个华严经啊，而且每一品或者每一个段落啊，大家上网去，他们说以前那个视讯的那个速度很慢哈，对，他们就干脆不要视讯，他就是以听为主，但每一个人都要发言，每一个人都要共同阅读，然后尤其是谁分配到主讲哪一段，你一定要做功课啊，这样。那不管你怎么样忙啊，或怎么样，总之呢，他们说他们相约叫进得来出不去啊，就是说你可以加入之后没有理由退出，嗯，你可以。真的很忙的时候你特别请假一两周啊，但是不可以退出，退出就感觉你这个人格有问题是我是听我这师兄们啊，大家还是都懂得用功，我觉得是很好啊。所以在佛光山始终我们觉得真的很幸福啊，真的很幸福啊。那么我想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是对佛光山不了解的人，但是呢我相信也有一部分呢是本身就是我们佛光山的信众，也是我们的会员，他们有很多人我相信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那么呢就是您能不能现在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读书会啊，就说提示一下怎么样能进行的更好，那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其实在我们几次的这种研习营里头啊，讲到永续经营这个读书会啊，就是培养，这当然最终其实培养一个阅读习惯啊，那别人读不读其实已经不会影响你了，你有阅读习惯啊，那但是你要从开始去培养的话哦，你选的这个阅读的教材啊，要让你自己的有兴趣的或者实用的，你读来你会有用，比如说有些读书会它是读食谱的哦，哎呦真有这样的，哎是啊而且它有一个读书会叫烤箱读书会啊，有个读书会叫高尔夫读书会啊，它这个高尔夫球读书会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群太太们，他们都是每个星期都是要多少人啊去哪里打高尔夫球的，那其中有一位我们的会员他就问我说，他呢要找他们专程来读书几乎不可能，但是能不能他们打完球之后就是擦汗喝果汁的那个 moment 哈，他说我一定要把大师的迷雾之间我就 copy 起来哈，然后每周发一篇，大家一起念一下，结果呢他那一办就好几年，他们就不让他停，就这么办这样就是说你是以读书为主呢，兴趣为辅，还是说你是本来就有那个兴趣，但是你就借那个机会就让他们读书。我还听过有一个那个读书会我是忘记什么名字，但他是美容院的老板，他接触到佛光山的这个人间佛教读书会呢，他好喜欢，他就觉得，他说他们的行业是跟客人是聊天的，他说整天聊那些八卦的事情没用啊对，不如呢每个星期一次有个早上读书会哦，半小时而已，他说之后他的店的生意越开越多间，而且客人都喜欢听他们讲话，很有书香味啊，像这样这听完我觉得真是眼界大开，因为我这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可以很丰富，对，我觉得这样子你有兴趣的跟你的生活需求结合的，你会让它延续下去的，或者是说我们还是再下一次再来跟大家继续谈，对，下一次我想您上次提到过的好像是我们有一个模拟式的读书会，我们研究一下，但至少呢下个星期天3月29号、我已经要在道场示范一场怎么带领读书会，怎么阅读了，请大家一起回来听了。 好，那么节目的尾声我还是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电话是90581404659058140465，
我们的 email 是 info@fgs.ca info@fgs.ca， 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ca www.fgs.ca。 好，听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有才有能者，皆从用心磨练中增长；有修有德者，亦在忍耐委屈里养成。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寒冬渐渐进入尾声了，春天就要来了。没错，春暖花开的确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好消息。我还有更好的好消息呢，那就是多伦多佛光山人间学院山月宗即将要开学了。除了佛学班、禅坐班，还有各项才艺班，像是太极、瑜伽、书法、插花、养生舞、合唱团，还有少年功夫班等等哦。佛光山人间学院是您全家心灵的加油站，欢迎报名参加人间学院。详情请假905-814-0465，905-814-0465，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共同制作，佛光山佛光会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